姥姥呀，家里就一碗面了，怎么吃啊？不会吃吧？姥姥家里几种随便吃法。就你，那能说什么话呀？臭小子，你就瞧好了吧。姥姥，我是没见到翠绿鸡面条做的好吃的。那是您没吃过姥姥的，当然做好了，尝尝你吃的还想吃。把剩饭加进去。肥牛先用开水烫一下，哇塞，姥姥这院子都消了，还有个更好的嘞，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哦。哇塞，姥姥这什么面看起来好好吃啊。这是姥姥上支付宝搜新能买的重庆小面，花呗新能重庆专场，还有很多重庆特色农产品呢。